好，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相关变率的问题。相关变率的问题的话呢，常常困扰了同学。它其实的话呢，我们只要掌握住了一些这个解题的步骤，相关变率的话呢，并不是很可怕的问题。来，我们首先的话呢，我们要解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先要把它的概图先列出来，按照这个四个步骤，先把概图做出来之后，我们要把它的关系式。 全部列出来，做成了一个等式。最重要的部分是要同时对时间 t 来微分。为何要对 t 微分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变率。那时间来来说的话呢，常常都是跟着时间来走的。所以，我们对时间。那如果说它题目很特殊，它不是时间，那我们就同时两边一起微分就对了。最后的话呢，把它的条件带进去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。 那当然要了解这个题目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例题，让同学来了解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例题。这个例题看起来很复杂啊，有一个倒锥形的一个水槽，这是一个锥形的水槽。然后我们从这边的话呢，注水进去。我们注水进去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，水槽高十二尺。我们的话呢，先把它的盖图先列出来。顶端半径是六，这是。 二比一的啊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要先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的话呢，这是一个水槽啊，这是一个水槽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这么说了，我们以每秒三立方尺，我们以每秒三立方尺的速度往往里面倒水。水深是三尺的时候，水深是三尺的时候，这个是三的时候，也就是所谓的 h 是等于三的时候，那么请问一下，水上升的速率有多少？ 那各位同学看起来的话呢，有一点难，它其实也还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。首先，我们图画好了以后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的算式要列出来。体积，各位同学要知道，圆锥的体积它是什么呢？它的 V 是等于三分之一派 r 平方 h。这个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。 是可以证明的。这是在积分的部分的话呢，同学的话呢，旋转体的体积用三角形的旋转就可以算出来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解释了。圆锥的体积是三分之一派 r 平方 h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这个 h 在这边，这是 r。根据相似三角形来说的话呢，h 比 r 的话呢是二比一。 永远是二比一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怎么做呢？我们的话呢，为了让各位同学了解的话呢，我们就这么说了，两边同时微分好了，v 的话呢是等于三分之一 π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r 的话呢指的是二分之一 h，r 的话呢是这个的话呢是，呃，h 比 r 是我们这边列出来是等于二比一嘛，所以的话呢。 h 等于二 r，所以 r 的话呢，我们一律把它改掉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没有跟 r 有关系的，所以是二分之一 h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这么这么把它带进去了，二分之一 h 的话呢，这边就变成了四分之一 h 的平方乘上 h。OK 哈，然后的话呢，再继续做下去，v 就是等于三分之一。 拍，Pi, 就乘上四分之一 h 的三次方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的等式已经列出来了，我们就开始来微分了。微分两边同时对 t 微分，对 t 微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数字数字数字都不用理它。十二分之一派，这边的微分是多少呢？ h 三次方的微分是三 h 平方 dhdt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两边同时微分出来的结果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再把数字带进去。当水深为三尺时，水深指的是 h 等于三的时候，这是我们重点在这边。还有的话呢，每秒一，这个是什么呢？ 三的意思是指的是 dV/dt，这个也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每秒三立方尺。来，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说了。那这个地方把它带进去，这是三。来，我们把它带进去，三等于十二分之派乘上这边是三 h 平方，h 平方是九乘上 dh/dt。 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就知道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题目就是水上升的速率，这就是 dH/dt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两边一起消掉，于是的话呢，我们 dH/dt 就可以算出来了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乘过去，十二，上面是十二，下面是九拍，也就是所谓的三拍分之四。 我们算出了这一题的答案。